秀上的这一首歌啊，前奏一催泪，就真的很想站起来跳舞的感觉，对不对？乍听之下呢，很像一个韩国的舞曲，但是呢，仔细听，哎，居然是首台语歌曲，哎，这么嘻哈的一首台语歌是谁唱的呢？请他自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各位听众好。是的，今天真的很开心哦，我难得在导演的节目当中来了一位台语歌手跟导演一块来 play。刚刚这首歌，乍听之下真的有一种精神错乱的感觉，是啊，因为很不台语歌哎，很不台语歌。知道要选这首歌，其实心里也蛮压力蛮大的，因为毕竟这种轻快的台语歌不是我擅长的，嗯哼，对，都是唱抒情歌唱久了，那突然唱那个快歌，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哎、欸，可是这一首歌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哎，相当的可爱，很俏皮，对不对？很多年轻人都说很喜欢这首歌。对呀、啊，哎、欸，怎么没有想到说把这一首歌编一支舞蹈啊？今年尾牙最热的应该可能就会是这一首歌喽。啊、哦，希望之后可以。对，好了，没关系，第一张专辑嘛，对不对？先让大家听听许富凯很好听的声音，之后呢，第二张、第三张专辑应该就可以看到许富凯其他的才艺表现，像是这个跳舞啦，哈，然后这个吞火球啦，哈，或者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像这个吴克群一样，哈，腾马腿，腾马腿，应该也是蛮有看头的，是不是？哇哇塞，好大挑战啊！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嗯、不过我知道富凯是佛心来着了，因为我知道你很多的歌迷朋友都是妈妈等级的哈，不要一下太刺激，不然这个签唱会鼻血流不止，然后血流成河，有点小尴尬，对不对？对啊，我怕就是他们会吓到哎、欸。对啊，这心当姜吗？真的吼、哦。好啦，开玩笑了。其实呢，刚刚这首歌叫做《大底温馨瓜》，对不对？这个歌名真的取得很好哎、欸，因为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歌算是很跳的一首歌。很自然而然的，这首歌就印在心里头了，对不对？对，因为想说，如果整张专辑没有一首快歌，其实听久了，听整个下来会很闷。其实倒还好，因为我觉得你整张专辑真的每一首都是最爱，是是，每一首歌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深刻。像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最爱你的人》。哦，最爱你的人。对啊，这首歌怎么会？我觉得他的感情是很浓稠的，可是你诠释的方式是那种，很绵长、很温柔的感觉，有点侃侃而谈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哇！所以你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想一些画面吧，因为我其实都会自己在家里看一些书，或者是看一些 HBO 的一些电影，其实都是从这边，从这些戏剧，然后吸取一些就是感情，对于感情比较丰富的一些经验，然后诠释这些歌曲。我是世间最最爱你的彼个人，放一个最爱你的那个人，放阮一
一个你敢会开在着希望的苦寒，天边鸟只飞过红色的树叶，惦在梦中那片山岭，月光点窗外温柔伊在看，看灯火闪烁的阮的心情，伊敢会知影？不惊风雨有偌大，不惊寒冬的畏寒，总有一双温暖的手来作伴。车声，我思念的影，伊敢会永远留伫遐？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许富凯的《音晚》。丹底下，对不 对？这一首歌呢，平常啊要听这个许富凯唱歌，过去可能每个礼拜都要守在电视机前面夸夸丹，对不？起码刚刚安呢 man。然后呢，之前思念这个许富凯的歌声，你可能那个心瓜甜丢丢安呢，一直思念，一直思念。现在要这样子吗？man。为什么呢？因为许富凯终于千呼万唤之下，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最爱》，对不对？可以让大家天天听，听不腻，对吧？许富凯，希望是听不腻，谢谢。其实真的。是听不腻哎，之前人家是五度五关奖五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呢，我们许富凯这个参加明日之星之后，20关关关难过是关关过，最后夺得了百万，真的是比超级玛丽还要厉害了。哇哦，超级玛丽，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张专辑听起来让我觉得相当惊艳的地方，就是其实这张专辑的表现跟富凯你之前在明日之星的表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对，因为可能明日之星毕竟它是一个歌唱比赛，所以也许你选的歌然后会是比较技巧会难一点，技巧难一点，然后会是比较大气一点，是重口味的，就稍微有一点炫技的那个成分在里头。是，可是这张专辑有很多歌曲的呈现，我觉得反而是很内敛很成熟的。对，所以你收跟放之间你怎么去取决跟掌控啊？其实我觉得是多听嘞，多听一些歌手的歌曲，然后自己去平衡那个你自己怎么如何去运用技巧。那也因为是录音师那些老师，他给我一些意见，就是给我的感觉，叫我要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才去比较好去做拿捏。对，你说你常常会听前辈的歌，对不对？对，哪一些人对你来讲觉得帮助最大？何姐啊，江蕙的歌，他的歌跟你的歌真的是。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富凯应该非常清楚，其实现在做唱片很难，尤其做台语的唱片。我觉得歌手的年龄是一个断层之外，我觉得听众的年龄层也是一个断层，对不 对？现在年轻人很多不喜欢听台语歌的原因是因为担心里头会有一些比较油腔油调的东西。可是你的歌我觉得真的做到那种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的那种感觉，就跟二姐江蕙的歌一样，每一首歌都好耐听哦。其实二姐她最近的专辑就是做了比较流行性比较强一点的歌曲，那我觉得就是慢慢进步吧。像二姐是个很用功的艺人，那呈现出来的每一张专辑都是让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觉，的确那也是之后我要学习的地方。
这么说起来的话，你应该第一次进录音室都还蛮平顺，一次就 OK 咯，如果是身经百战的这样的状况。录音室没有。还记得第一次进录音室的状况吗？你说我什么都不懂。嗯，对啊，而且它跟歌唱比赛不一样，是因为歌唱比赛你是站着可以拿着麦克风，你想要怎么转什么怎么用、嗯、哼，怎么运用你的技巧，那都是你自己发挥。可是到录音室是单独对一支麦克风，你身体也不能说有太大的动作，所以是很不习惯的。反而很多东西是框住、局限在、浓缩在那个地方。没错。那所以这样比较起来的话，你比较喜欢录专辑还是比较喜欢比赛？我喜欢唱现场的感觉。喜欢唱现场跟大家互动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对，因为我觉得唱现场，我觉得很多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状况，那你怎么去化解？这个也是一个很一门学问吧，我觉得。对啊，对，我去幻想那个状况，真的觉得是很恐怖诶。我觉得其实选秀比赛的歌手哦，很像发条娃娃的感觉，你那个发条拴得太紧，你就有点失控了。对。可是你那个发条如果拴得不够紧，你的表现又会打折扣。嗯。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20关的过程当中，一关一关去克服跟挑战自己，超越自己？我觉得是要自己去调试自己的心里面，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比赛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啊，选歌。那我个性我是喜欢就是一个人，然后单独半夜，然后在家里就是打开电脑，怎么有点恐怖的感觉？就是打开电脑，因为我不喜欢在家里跟家人一起看我在表演的时候的一些影片。哦，所以你反而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习惯。我是喜欢一个会觉得有点奶油，奶油。然后我是要半夜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影片，然后自己去看。然后或者是看一些别人的影片，然后去自己做调试这样子，想说下一关我要用什么表现，然后让大家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我相信每一个历程千锤百炼才会成个角儿嘛，对不对？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Darling 想要好好来介绍一首歌，在这张专辑里头又是我的最爱了。谢谢。每一首都是最爱中的最爱，这一首歌你要不要猜一猜是什么歌？最爱哦。嗯，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哦，它的风格也很不一样。你说整张专辑不一样？对、啊、那应该是比较属于东洋味那一首吧。对，没有错，就是金鸭歌在心里。其实我之前在那个电视节目当中，因为你之前在康熙唱过一次嘛，对不对？然后明日之星你有唱这首歌，对，拿到非常非常高的成绩。我这两次听我都觉得鸡皮疙瘩掉满地的感觉，然后这一次在专辑里头听，诶，它反而是有点不一样的呈现，对不对？对，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首歌，因为是在明日之星比赛最高分的一首歌。那也因为这首歌呢，让很多很多朋友认识谁是许富凯，是，对，所以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意义很重大的。那公司呢就想说，因为很多歌迷都在反映啊，说你出了新专辑，那专辑里面会不会放这一首歌？因为我到了一些比较属于比较乡下一些电台，我是听他们讲说，就是有些阿姨啊、妈妈就会打电话进来说，主人公一定爱听啊这首歌，听是雕瓜，可是他原主唱是费玉清大哥，嗯哼，对，所以他们都放费玉清大哥的版本，有的主持人还会去上网抓我的那个影音下来播、哦、所以有人还说不是，我不是要听这个版本，我要听许富凯的版本。对，所以公司才说把这首歌重新的拿来诠释，然后重新的做编曲。嗯，不过你这次的重新诠释跟编曲又呈现一个不同的氛围，对不对？非常有那种中国那种侠风的感觉。因为之前那个曲风是比较东洋味的，那想说来点不一样的，用中国的感觉，然后去编曲这首歌，对，所以会听到马奔腾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歌。事不宜迟，马上来欣赏这一首《金鸭搁在心里》。为何来离开？今夜想着心上边，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也搁在
你今夜搁在想你，一切亲像在来自百万王子再加上百万宝贝许福凯加上曹雅文，这首歌是帆船的帆。而今天呢，百万王子许福凯来到大林的节目当中。 Hello 福凯。 Hello 大林，很好。这首歌的和音真的好好听哦。谢谢。百万王子加上这个百万宝贝，果真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魔力啊。所以这首歌应该有超过200万的价值咯，对不对？哇，对，200万。哎，这首歌除了好听之外，我觉得你们的 MV 拍的也很好哎。是不是？对，熊抱曹雅文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好好解释一下？熊抱曹雅文，对呀、啊，你们就觉得误会大了，有点甜甜蜜蜜，有佛发的感觉。那是导演就是刻意的安排啦。那其实雅文跟我私底下都很熟，很熟。嗯，对，那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都可以聊。然后突然间说要录这个 MV， 要录得很就是很正经这样子，其实对我们两个人是个很大的煎熬。我相信，因为平常 body body 的人，然后突然说傅凯。就爱你，对，雅文，我嘛做很凶的，然后难做回，你搞破解、欸，你这样不会笑场吗？有啊，当导演叫我们两个对看的时候，我们是笑翻了。哎、欸，你这样很不给他面子哎。然后就问我，他私下就跟我说：“你笑什么呢？你有什么好笑的？”我说：“没有，就很想笑啊。”然后看到你，我就想笑。但其实整张专辑里头有一些歌曲，我觉得 MV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耳目一新。其中有一首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是叫做《阿布伟青》。哇哦！这首歌我看错吗？女主角是大姐大陈盈姐，对呀、啊，很讶异。
然后心情很忐忑，对不对？对啊，想说陈洁要来当 MV 女这样是何大的荣幸啊、嗯、对，的确。那其实在录制这个 MV 的时候，我在现场看，其实真的是很感动。嗯，因为陈洁算是一个很资深的前辈，那他一只、就是、一举手一投足，只要导演说开始，他就开始演，那他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可是那个眼神，那个背影跟全身都是戏的感觉。对，因为刚好就是在拍摄现场又播阿布这首《阿布青春》这首歌、嗯、那其实就那个氛围就觉得好感动啊。对啊，刷这首歌其实很特别。嗯，因为那时候当时在选歌的时候，我把歌词拿，就是歌词本拿回家给我爸看，因为我爸其实他从小到大、嗯、从我从小到大听过无数的歌手唱歌，所以他也懂了一些比较歌唱的一些美感。嗯，那就把歌词拿回家给他看，那他一翻开就看到这一首歌。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爸对我们来讲他是很威严的，我们家三个小孩传统的家庭都是对，很少会跟他有互动或者讲到话这样子。也是说，也不是说感情不好，就是比较严肃这样子。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很难去敞开心胸。对，我只会跟我妈讲这样子。嗯，那他看到这个歌词，然后他就默默的流泪了。爸爸的眼泪应该从小到大很难得看得到吧？其实我爸也是一个很闷骚的人，真的。对，因为所以这是遗传的，对。我记得他以前他看一些什么就是很感人的电视，嗯，就默默在旁边流泪。对，他其实对我们又是很威严这样子。嗯，然后所以他翻开这个歌词，他就流泪，然后他就很喜欢这首歌吧。在录的时候，也是想到我妈在我明日之星这一路走过来，应该是说我从小到大开始歌唱比赛这一路走过来，她其实是蛮支持我的一个人，然后都陪在我身边。所以现在应该变成你是妈妈的骄傲，对不对？去菜市场，人家会问说：“哎，傅凯啊，这个尾巴哦。”他很低调，真的、哦？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回南部，很久没回去了，然后他一大早，他的习惯就是往菜市场里面跑，然后他就是抱整个身体。爆密不透风，我讲你爆高，你别冲他回啊！嗯，戴帽子，戴口罩。我说你不知道，这卖菜市啊，做长得猛啊，做缓的，做麻烦的，你知道都爱赢。因为我妈徐福凯的妈妈，徐福凯的妈妈，牙鬼哎，徐福凯妈妈，徐福凯妈妈，要签名的。他很低调，而且他的人他不喜欢去解释很多的事情，然后就多讲多错啦，所以他就是很低调这样子。所以后来就看到这样子，我觉得好笑，很可爱，蛮可爱。其实呢，我觉得傅凯发片之后，北中南在那边跑这个签唱会，对不 对？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其实年纪都跟妈妈差不多，然后很多的粉丝其实真的把你当儿子在疼，对不对？你看年纪有一点了，然后南北这样奔波，还要做这个海报，变成追星族。这样说起来，傅凯算是功德一件呢，你让这些妈妈粉丝变成这个少女怀春的时期，慢慢又回来的感觉。所以你在跑这么多的活动，有没有什么脸孔是真的你一见难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很温馨的事情，到现在还是感怀在心？其实这些粉丝，从我在比赛的时候，他们就一路在摄影棚，然后追到现在。嗯，对，那其实他们每一场活动几乎都会到，看到这些熟悉面孔，你会觉得说很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更有动力。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带给很多人正面的力量，《阿布的青春》。阿布的青春。看人西里开 party， 热闹的滚滚。我有阿布煮的一粒卤蛋，生的人炖，讲有人有份。打起一家的担当，想着伊的本分，用一年的好青春换来满面的了痕。你的青春献乎子儿孙，吃尽苦楚无怨无恨，无情的岁月你想白头问。我毋捌抹过胭脂水粉，为了孤单亲吻，万花淡薄自尊，自我打滚得着冠军。回乡看伊阿母，我点头问，才知年老已经徛袂稳。啊哈！你的青春献乎子儿孙，吃尽苦楚无怨无恨。无情的岁月，你想白头问，犹原嘛抹过胭脂水粉。为
有报答亲吻，万花淡薄自尊，自我打滚得到冠军。回乡看见阿母，我点空门，才知年老已经行不稳。原来阿母唯一的家孙，是阮一军行一寸。出现了这么年轻的声音，带来了年轻的思维，但是呢他的歌声表现却是相当的成熟沉稳，他就是台语新生代的小王子，他是许富凯，欢迎。 Hello 大姨姐好。是的，刚刚听到那首歌也很动人，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爱见好就收。对，爱见好就收，很多事情真的要见好就收。对，其实这首歌也很特别，因为我之前在明日之星比赛，我们刚好聊到，就是说比赛歌曲都是比较一些大气技巧性多的歌。嗯，那其实这次也是因为这个老师，王老师，他特别帮我量身定做，希望给大家呈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叫我的诠释方式，以内练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对。嗯，那因为你以前也习惯就在以前要大放，哎呀，大放，现在要全部 gather 起来，收起来，让这个情感慢慢的宣泄。是，爱
见好就收，真的是一首相当相当耐听的歌曲哦。其实今天跟傅凯聊天真的觉得很高兴哎，我也是，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怎么回事就变成很熟的朋友那种感觉。我属于比较慢热的人。真的吗？对，真的吗？可是可能是因为你真的是很真诚的一个人的感觉吧。我相信如果各位朋友真的是有办法跟徐傅凯见到面的话，应该都会深深的被你打动，觉得好像很轻松就变成朋友的这种感觉。那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透过网络或等等的，可以跟您取得联系？你可以上我们的时代官网，时代创意官网就可以知道我一些讯息，或者是我的 Facebook， 可是我 Facebook 人数已经满了，所以粉丝朋友他们有在帮我组一个粉丝团叫凯森卡里的世界，或者是上微博打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我，也希望可以更认识更多的一些粉丝朋友，然后让他们喜欢我的歌曲。对，的确这张专辑有来自徐傅凯最爱，对不对？我觉得在台语歌坛真的很像平地一声雷耶，炸响整个台语歌坛的感觉。除了徐傅凯的歌声非常好之外，其实这一张唱片的销售量也不错，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应该很快，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对啊，很难预期，对不对？吓到耶，其实看到是吓到，因为怎么讲，现在台语片真的很难做，很难，太难了。那我当我看到排行榜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真的也想不到有这样子的成绩。人生的机遇真的很难说，对不对？但是这么努力，所以这是你该得的。谢谢。所以相信不久之后会再看到徐傅凯。今天晚上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我觉得很多很多话我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讲完。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千言万语。是。对，那就是希望给大家就是舒服的感觉，因为这首歌很特别，是翻唱邓丽君小姐的好歌，就是千言万语，然后是改成台语版的。不过你当初会挑这首歌，我觉得你也蛮有种的，因为这首歌是大家太朗朗上口，压力很大。对呀、啊，你要怎么样去重新诠释，怎么样去进入那个情绪当中？我觉得说就把它当作一首新的歌曲。那也因为老师他的这个词写的真的很棒，对，写的真的很美。那也不觉得是，当然大家印象是在邓丽君小姐的千言万语，那我觉得老师呈现的感觉，词写出来的感觉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风味。那其实在录音的时候也发生蛮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说？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哇总共换了三支麦克风。哈？对，前五天前一个礼拜我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每一首歌我都很正常，麦克风是很正常的。到了这首歌的时候，千言万语，我总共换了两支麦克风。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啊？你可以形容一下吗？在录的时候，就是它突然麦克风自己会有，好可怕、哦，然后整个麦克风就没声音了。讲到这个，我都还没有这个录完了，发完专辑应该去再去他的音乐剧，带着你的专辑好好再去看看小邓姐姐。对，是好。所以呢，今天晚上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徐傅凯的专辑《最爱》当中相当特别的《千言万语》。今天真的要再次感谢傅凯来到节目当中喽，谢谢，谢谢，拜拜。是你的你，情甜蜜啊，海上水陪你看千山万水，情可贵，绵绵相思，将阮当作你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爱的掌声。爱不免千蕊玫瑰，也不免情话万语，情甜蜜啊，海上水陪你行千山
麻烦你。千山万海，